好，在这当中我们要讲的啊，以往我们在表格里面要把表格的资料搬移，有没有？都是让它框起来以后呢，按 Ctrl X 剪下来，移到目的地以后再按 Ctrl V 贴上啊。但是这样子呢会有点问题，干嘛？你或者你用框的这样搬移，有没有？也会有问题啊。因为你搬的话不是那么的方便啊，搬要靠你的滑鼠啊。但是现在有一种功能啊，快速键方法就是怎么样？框起来以后呢，按住 Alt 加 Shift 键不放，然后呢按向下键就是往下移，向上键就往上移啊、哦。所以我们的这个什么列就可以干嘛？随我所想的啊，移到哪里就移到哪里去，非常的方便啊、哦，非常方便啊、哦。是按 Ctrl 加 Shift 键按住不放，再按上下键，往下是向下移，往上是向上移啊、哦，就非常的好了。